还是这种的经典法式酸奶。所以按某期的那个要多少钱？60块钱一提。我知道，咱们这里说真的啊，这个超市他在他线下超市69.9是一提，今天89.9，柱哥说给大家上两提，但是阿强，感谢你们年底了，给你们加一箱，直接加一箱，对，这一箱，我不管你怎么样子啊啊30单。我50单嘛，别说3单，说我小气好不好？行，当哥的给你50单，当吃这一波，大家自己一拼。我说89，前50个拍下的，就是89给大家三瓶。行，来3、2、1，上链接，一号链接，刷新去拍，就5单，朋友们赶紧去拍，赶紧去抢，只有合下来现在一提的价格是29块钱，买一提认养的法式经典酸奶。到手，现在到手3箱，姐姐们直接点击购买按钮，上方填写地址联系方式，今天到手89.9，到手3箱，家人们右下角提交订单，坐等收货就好了。说实话，阿强在你们心目中一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去讲，说真的，你们支持我跟阿群茂已经这么久了，阿强没有，阿强跟阿群茂没有啥能够回馈到大家的，就是说这个年底了，阿强该拿出东西，拿出诚意来，感谢大家了，也感谢我的柱哥。说实话，你要不感谢我，我都不给你发货。我跟你讲，这个拿着我的东西去了。对，真的。今天借你家宝地，借你家的这些好东西来回馈我的这些老朋友。讲到太可以，因为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其实就跟我是一样，因为我也是关注阿强，我也是跟大家一样，从一开始关注阿强到现在也有个1年多了。然后偶然的机会碰到他之后，我们才成为的好朋友，知道吧？用完了吗？好，走，来带大家过下一个区域。对，这个有没有没抢到的姐姐们？拍的都给大家发3箱。姐姐阿姨们，这个我有个小小的要求，你让我在这里说两句话好不好？好，朋友们，你们有多少人没抢到的？没抢到的扣一，没抢到的扣一，朋友们，刚好两句话。我看一下，这样子，我看一下有多少没抢到的扣一，姐姐们给大家整个。没抢到的扣一，朋友们。一直关注我俩，对，我们直播间都是老粉，是不是？老粉们扣一，还没抢到的扣一，姐姐们，我们看一下有多少老粉，多少铁粉。说真的，借这个机会，这个牛奶酸奶已经长胖了，非常非常 OK， 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你们然后3箱啊，89.93箱，拍一发三的啊，这样子，朱哥，哎，最后我不要你多了，最后再加30单，好不好？已经有很多朋友都是新进来的。小柱就插一句话，好吧，我也别加30单了，行，加50单，凑100单，我祝你们两个百年好合，哇，好吧，好，最后再加50单，一定要大家89到手给大家拍一发3箱，来倒计时，3、2、1，上链接3箱啊，朋友们，说了这么多，就这句话最中听，好吧，最好听，阿强跟阿熊猫祝大家新年快乐。新日期，新日期，我跟你讲，你看大家都问了，说这个价格是新日期还是囤日期？新日期，我看了，我全部给大家去看一下，像我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新进的这种的日期，临近2个月的，2个月新日期，而且的话保质期给大家是多少？真的好喝，酸奶保质期是常温下能够储存180天，半年的，6个月的，对，6个月，都给大家发1个月到1个半月的，不会给大家去发那种临期快要过期的这种事情。一个我超市不是这么干的，我超市没有，我超市不是处理。相信阿强，相信柱哥的人品，不会干这种事儿，都是新鲜日期，都是临近日期生产的，好不好？感谢。对，我们自己去拍哈，姐姐们，89.9，到手3箱，对，一盒我们是200克，一箱我们是10盒，好不好？对，酸奶真的是非常好喝，因为它是有8分甜2分酸的一个黄金配比，不管是老人孩子喝的都说好喝。我想去看看你家的这些水果啊啥的，是酸奶，是酸奶，这个过年的吃水果这啥的是不配吗？你跟着我走，阿姨都在喝了的，看到没有？我是不是有点贪心了，朋友们？吴叔，来，所以我等会儿都给你们。你们来，朋友们，你们都想要啥？咱们超市里面应有尽有，咱们柱哥的超市搬空，你们就跟着小柱走，我带你们去盘好东西，好吧？我带你们去盘好东西。你来了，反正吃的、喝的、用的，然后过年这种生鲜，我全部都给你们安排到。OK， 到位。对，到位。今天我们干嘛来？今天就囤年货，跟陪着阿熊猫一块囤年货。走，来。我带你们走，你们跟着我来。哎，真好喝。你说好的了，过年阿群猫一定，现在我们把礼物准备好，他一定要跟我回老家的。这个说好了，又来，这个说好了。直播间的这么多人都在作证，他们都说可以不用去，是不是？家人们，阿整个叫我陪他回家过年，你们说要不要去？你问问柱哥，柱哥啊，
你说阿群应不应该这过年两年底了应该去见见你们互相都得去一趟对互相都得去你也得到他那应该到我家去吃餐饭啊、嗯、聊聊天啥的至少说哎大家没有我父母啊啥的没有认识你也要给你见一面还没是不是朋友们是吧对是的打个是对不对应该要去应该要去而且这个备的要去吗家人们要而且备的东西一定不能少这个当然这个备礼物的这些东西我来规矩可能不一样、对我来不应该我自己来是不是家人们我去买我去准备好到时候我跟阿群莫一起回到老家一起回到家里面是是不是觉得阿强说的对不对对的打个对然后大家都说必须去对都是说必须去真的你看吧来你看都说必须去是不是、啊、朋友们必须去对不对然后你们那边然后带就是、女生回家是带女生回家是那个买些啥的都买些什么不回家哎不是带你们我跟你讲现在就讲的就我们家里给老人啊因为我们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也都在外面奔波一年了我妈妈肯定会给你包红包的是不是朋友们肯定的包肯定的包红包很多都是老人在家里我们在外面辛苦一年然后给老人买点好吃的、嗯、这片区域我跟你讲这片区域是过年一定要逛的帮我推荐一下吧比如说我不知道给老人带什么了你看像一些对身体好的像这种的蜂蜜啊像这种的燕麦啊像这种的羊奶粉啊等等的这种东西其实真的是适合给家里面老人 我觉得挺好的这个建议不错哎朱哥是过来人他是过来人他老婆你嫂子是不是这样子把你给他追到手的不是全靠颜值、啊、我觉得这款蜂蜜适合我妈妈哪个蜂蜜啊蜂蜜其实适合很多人我跟大家讲啊就蜂蜜这个东西它是能够滋能够润的啊能够滋能够润的然后尤其是不管说男的女的蜂蜜都能弄你既然讲到蜂蜜我给大家去挑一个款吧好不好对你帮我们挑一个挑一个有好多呀有很多挑一个我问一下大家你们是想要这种的传统的这种的土蜂蜜你像这种的叶状的传统土蜂蜜颜色稍微淡一点的嗯还是说你想要再好一点的像这种有那肯定要好的呀给我妈妈买好一点 的这个这个是香港的牌子香港的这个是香港的牌子我打开给你看一下、这个、看它里面是呈这种的固状的这个常温底下它就是固状看到没对哇这个我妈妈肯定喜欢的哇应该是这个、啊、花香味很绵密是吧这个是不是啊姐姐们这个是可以就这个给老年人带给我妈妈带个十瓶吧而且还有一个带十瓶要那么多干嘛、啊、这种东西我跟大家讲啊蜂蜜这种东西它其实有好处有干嘛比如说我们你像你看我刚才一直在那个这两天有点天冷了我一直在那的啊然后就嗓子不太舒服的、嗯、包括我们平时你像有时候爱抽一点的或者说喝八加一喝多了过年不是经常要喝八加一嘛、嗯、对这一块不舒服的然后你喝点这种的蜂蜜就泡点温开水然后喝下去它是能够滋能够润这一块哦是的确确实实这个是蜂蜜很好的一个点然后你要这个吗要这个阿群猫给我妈妈要因为这个太菜了这个我给阿姨带这个你们觉得行不行姐姐们因为这种大是大啊太常见了咱们要的是吧香港的我先告诉你是是这个品牌这个是不是香港的对香港的英贝森这个牌叫英贝森他们是专门做这种的像一些哎滋的补的一些东西一些产品然后他会从全国乃至全世界去选取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原料比如说这个款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款的蜂蜜就是阿熊选的给大家选的这款蜂蜜嗯它是选自哪里啊给大家看一下海拔2000米的东北长白山山脉长白山山脉特有的黑风椴树蜜一年只采一季只有六月份到八月份这一个季度能够去采得到黑风椴树蜜然后蜂蜜里面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它有两个是蜂蜜里面的那个就像嗯你看蜂蜜里面有两个王就是一个是哪叫南荔枝北椴树北椴树南方的荔枝蜜跟北方的椴树蜜这两种蜂蜜是所有的蜂蜜里面的这个来朋友们你们觉得说送长辈送这种这种椴树蜜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大两个都可以而且我再告诉你一点大家平时去买蜂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这个数字波美度啊波美度43度我们国内的一级评判蜂蜜的标准是42度它是一个直接波美度是给它打到43度直接打在瓶子上面、嗯、大家也可以去检测所以它的里面的一些营养的一些东西会更高嗯知道吧这个蜂蜜包括它的一些大家看我拿个勺子给大家这确实好嘞好真的好长白山卖的你看给我拿勺大家看是不是跟猪油一样哇我
好的蜂蜜就是成猪油状。叔叔阿姨带一点，阿姨她年纪大了嘛，对不对？可以拿来早上冲水喝。对，对肠胃都非常好的。好的蜂蜜大家都知道，都知道常识，好的蜂蜜都成猪油状。说真的，像这种，说真的，这种，柱哥，像这种你超市里面就不要上货架了嘛。每个人都有，哎，你这话说的，我超市是面向大多数的人的。大家如果说需要这种的普通土蜂蜜，大家可以去买。如果说想要哎高端的送礼的，那就是买这种的段数蜂蜜居多。像这种啥的，这种蜂蜜啊，这种我也得卖个40多块钱，那便宜的小的20多块钱，这个行。来，大家想不想要这个？想不想要？想要的打个样啊，姐姐们，我给阿姨也带一点这个。过年了，我给阿姨带一点这个。真的不便宜，但是卖的很好。就是我旁边有一些那种父老太太啊，就是有我旁边在小区旁边嘛，有一些那个父老太太，他们经常会回购，99块钱一瓶。哇，99一瓶。99块钱一瓶，包括他们去，如果说去那个官网买的话，他们也是，因为香港因为是它是大品牌，它会控价。我们到你这里是来进货的，朱哥。我肯定不给你这个价格。不，你因为阿群猫这个你送也得送给阿群猫，他去给见我父母，肯定要送也要送他几瓶，对不对？哎，你这个到时候我们想要的把药打在公屏上哈，姐姐们。真的可以，看到没有？这个给阿姨送。对不对啊？过年了给他带，而且包装啊非常的精美，非常的独立。一瓶多少克？一瓶是整整250克，半斤。你别看这么小一瓶，但是它有半斤，因为它密度很高。密度很高，先这样子。阿青啊，我平时是不是得99块钱一盒？啊，今天你过来，这样，99，别一盒了，99给大家一盒，两盒。45你既然要送父母，你自己妈妈也要来一罐，你自己留一个，你给他妈妈一个，你自己妈妈一个。给你99到手3瓶，九十九拍一发 三，给大家发三罐，合下来一罐的价格才33块钱，33块钱。买我普通的蜂蜜，那都得40多。这个已经相当好了，相当好了，99，99。但是这样子吧，阿熊猫，你给我妈妈买礼物，你自己给朱哥讲。我不好意思讲了，待会儿他又要说我了。不是，你觉得我这个价格是不给力，还是不宠你了？啊，宠，很宠，已经非常给力了，是不是，朋友们？是不是啊？这个已经很宠我们了，但是我们也想宠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姐姐阿姨们，趁这个机会，是不是、啊？而且姐姐们这么好的蜂蜜、啊，是的，打个十啊，这么给你们开个价哈、啊，姐姐们。我趁这个机会，我给你们开个价，你们觉得是的打个是，支持的打两个字支持，3瓶，全瓶把89扣起来，89，不要89，我没说的、啊，不要89，你就听他的，行，不要89，我们支持的打个支持的两个字扣的越多，我给你们开个价，姐姐们3瓶。诸葛亮的是99，今天我借这个乱喊价，听阿群茂的，行，我听阿群茂的，听我的，嗯，这个听我的是不是？我听你的，我也听你的。3瓶，我们第一次见面，你过来，我很开心。你说什么价格，我3瓶都给你，是不是？但不要，肯定89肯定做不到，我先跟你讲，89肯定做不到，89做不到，对，那69.9肯定能做到了，我猜你。绝对能做到了，69.9，阿美阿锦哥是不是？89，对，做不到，我们就69.9，69.9，砍价不是这么砍的啊，就这么砍，只要30单，只要30单，来，听阿群猫的，69.9到手3瓶，来3、2、1，上链接，一口吞了一个钉，一口吞了，你们能来我这里，我很开心，价都不够啊，69.9除以三，姐姐们。我现在是划下来是23块钱一瓶，来你看看，已经真的很划算了。来阿熊猫，我给30单，我给你看，你看我这里在卖的，看像这种的小的，这种的土蜂蜜，24.8，22.5，这里对，不要42.8，我们不要那个，我们要这个42.8，这里有70多块钱的，看每个价都不一样，但是今天这个是好货，黑蜂段数蜜现在在你直播间划下来是23.3一瓶，对，姐姐们。23.3一瓶，69.9，给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拍了的打拍了，我看一下你们拍了的关注阿强阿曲茂多久了，有没有超半年时间？超了的扣个一，超了的扣个一，我看有多少？看这有多少？关注阿强超半年时间的，有的打扣个一字。今天说真的，我很开心，因为你终于给我来买礼物了。真的买礼物归买礼物，但是还没有那啥，全部30多个扣小一的了，
三十多个、四五十个扣小一了，是不是？三十单拍完没有？啊，拍完了，是不是？嗯、来，这样子，柱哥，嗯，我别的要求没有。我别的要求没有。这样子，有多少人没拍到了？没拍到的打没拍到，然后这样子，你最后给我加五十单，好不好？咱们就为不为别的，就为了支持。关注阿强阿群播超半年的粉丝们，对，都是老朋友，好不好？加单是吧？加五十单、加五十单，好不好？好，可以。来，加五十单，来，而且这么多人关注了阿强阿群播半年以上的啊，咱们今天直接不管前面拍的、后面拍的，直接给视频。这样给视频、啊，直接给视频。哇，那就这个一起了是吧？对，这个一起，刚刚拆开的，这个盒子，直接再给你们加一瓶，到手视频，拍一发四。啊，太便宜了，69.9。你下回你做生意，我肯定来你，我肯定到你这里了、啊。真的，说实话，我非常的激动，我非常感谢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们，他们已经关注我跟阿群播已经超对半年以上了，谢谢真的，姐姐们，谢谢你们。之前拍的三十单也是一样的啊，每一个只要拍完的都是拍一发四。今天准备好了，就最后再加五十单，这个就全都全部都刚刚支持阿群播跟阿强的所有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好不好？对，倒计时三。2-1，上链接，链接里面，链接里面现在是显示了多少？看，给大家看一下，链接里面应该是只有一瓶，但是今天拍一发四，阿强跟阿熊猫的直播间给大家去拍一发四，到手价格只要69.9。哇，一年以上全部看到没有？我们都是关注我们一年以上的，全都是我们的老铁粉，都是铁粉，真的，所以17块钱，咱们做的就是力度。说实话，在别的直播间，他们不宠，咱们自己的老朋友、老粉丝，咱们自己宠。姐姐们，对对对，真的给你们发的是四瓶，我们可以早上拿来冲水喝蜂蜜，大家都知道的，很好的哈，四瓶满满的。有些女孩子早上空腹的，你教一下他们怎么拍，小姐姐。我们一号链接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大家直接去点击一下我们的购买链接，上方去填写我们的地址联系方式。今天69.9到手，250克的。四瓶，姐姐们，右下角直接提交订单，坐等收货。而且它着重是什么？给大家去看一下，源自长白山，海拔2000米的黑枫椴树蜜，波美度43度。如果说不知道，大家去查一下，波美度含量其实是蜂蜜里面的它的可溶性溶液。一瓶有多重？250克，对不对？半斤，整整半斤。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高。对，看它的配料很干净，尤其只有椴树蜜，看到没？看不太清楚，可能、啊、它只有椴树蜜。是的，真正的好的蜂蜜就是这样。我都给阿强的妈妈送，妈妈送这个哈，姐姐们给阿姨嘛，啊，管阿强的妈妈叫阿姨嘛，是不是？我给他这个，我也给他送这个，我觉得这个他们喝真的挺好的，早上拿来冲水喝，晚上睡前冲水喝都很好。相信阿强，相信阿群不了，直接去拍。我们自己去带哈，姐姐们，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认识的，对不对？我们都关注我们一年多了，你们自己放心去拍。你土蜂蜜都没这么便宜、啊、对，一瓶才17块钱，我真的是。最后10秒给大家下车啊，自己去拍啊，十，69.9到手的是四瓶哈，姐姐们。对，最后5秒钟给大家下车了啊，这个因为这个太给力了，说真的，待会儿那个啥，是不是？嗯，自己去带哈，姐姐们。来，这样子，哎，刚才我们说这里是不是都要给老人去选的？一般我跟你讲，我印象很深的，就我小时候回老家的时候，我一定会给我奶奶买一样东西。我奶奶跟我外婆，燕麦片，燕麦片，对，我一定会给他们买一件燕麦片。这个是我们从我从我爷爷，那时候都已经偷吃他的燕麦片，那时候真的，这里来，我记得很深刻。哎，我跟你讲，刚才我们是不是给大家上那个纯奶啊？对，有机的纯奶。对，是。大家想不想吃？大家想，我问一下直播间朋友，都有大家想要这种的好的燕麦的。好的燕麦片的扣一，想要一般的正常这种燕麦，当然是要想要好的啦，好不好？当然是想要好的啦，柱哥，来要好的扣一，想要好的扣一，想要好的扣一，那肯定都扣一啦。我们大家就扣二，因为我这边的话，满满一面墙全部都是燕麦，扣一，姐姐，全屏把一字扣起来，当然要好的，对，不但要好的，要更好的。我刚才是不是给大家上那个有机的纯奶？嗯，对，我跟大家讲，它有一个黄金搭档，是每一次就来我这里，如果买那有机纯奶，一般那些就阿姨啊或者姐姐啊，他们会搭配一个什么东西回去啊？他会搭配一个我的好麦多的有机燕麦片。哇哦，有机纯牛奶搭配有机燕麦片，不管说你是家里面，这个燕麦，你说你有点高高的，还是说小孩子长身体的，还是说家里面的老人也有点高高的，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对，他都可以去吃，而且可以放心去吃，可以安心去吃，而且他对我们的身体的营养价值还好。而且它这种的膳食纤维对我们的这一块也还好，是的，知不知道？对对，来，
给大家来这个吧，就搭配刚才所有买那个有机纯奶的，就搭配这个有机的燕麦片，可以，吃的放心，吃的安心，而且吃的好，对身体棒。我告诉你啊，以前我经常偷吃我爷爷的燕麦片，真的，我经常去拿，就这样子嚼，这样子吃，真的，那时候我记得非常好吃，非常好吃，真的很好吃，真的那时候非常好吃。这一包这样子，给大家去看一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牌子，好麦多。好麦多是我们国产燕麦片里面的龙头老大哥，它是由什么？它是由我们中国健康谷物联合实验室一起研发的一个系列，叫什么？好麦多国宴一号有机燕麦片。它就这一个系列，它是跟我们的中国健康那个研究实验室谷物研究实验室一起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系列叫做国宴一号。然后别的燕麦片大多是经过多少？200道的一个检测，农残检测，它是经过601道的农残检测，哇，整整3倍，所有能检测它全部都检测，不含有任何的农某药，不含有任何的这种化农肥，全部带着有机认证标，而且可追溯它的有机场地，可以追溯到它的土地，追溯到它的一个生产。然后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那种大包的，超市我现在在卖的价格，来给大家看一眼，来。45块钱一包，这个是一大包的，然后今天这样的，我给大家去煮一下，好不好？再拿个中包，也是我们的国宴一号有机燕麦片，两个中包，大家平时的时候放在那个办公室，来，比如说工作的时候去吃，然后这个就放在家里面去吃，然后这样再给大家来几包这种的试吃装。试吃装，哎，这种就随心装。比如说我们出差，比如说出去，比如要带小孩一块出去玩，对。然后又要早上又不喜欢吃早餐的，我告诉你，就这样的随身装，给大家直接安排5包。